在繁忙的城市里，你还记得你是谁吗？你在过着的是你的人生，还是别人的期待？在人生里，我们有很多的转折点，每一个选择都会带我们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。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是一个一个小决定累积而成的。你曾否为自己所做的选择感到骄傲过？看不清楚前面的路时，就放慢脚步，先调整好自己的状态。很多时候，阻挡我们的不是外在因素，而是我们克制了自己的潜能。多探索你不曾了解过的事物，它们会在你的生命里产生新的连结，对你的生命会有所不一样的启发，让你有更进一步的人生。